嗨，大家好，我是爸，很高兴再次与大家见面。首先，我向各位观众，我发现我已经有270天没有更新频道。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为观众带来更好的内容，以及如何让自己能更好的成长。我很高兴地告诉大家，我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并且决定重新开始更新我的频道，每周一次。以上这个是 ChatGPT 帮我写的内容，但是我实际上我发现我的频道里面有些问题。之前我写的那些范例好像下载连结失效了，这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放云端的空间发生了一些问题，导致于说档案下载连结失效。但是这个问题我昨天已经修复好了，如果你们回去看那些下载连结的话，连结都已经更新过了，所以你们就可以下载范例来做使用。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目前有很多观众的留言，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我都没有去回复他们。不过最近很红的一个话题就是 ChatGPT， 然后以及 AI 啊、人工智能模型啊这些新的议题，我很想要说。这段时间里面我一直在学习跟成长，我学了许多新的知识和技能，但实际上，我都在工作，就是做我本职的工作。ChatGPT 它是一个蛮新的东西，它从去年大概11月的时候问世，那我接触是从今年开始。说实在的，我蛮惊艳的，就是它能做到一些事情，然后也看到了一些未来的可能性。这样的技术，它对像我们这样提供文字服务为主的工作行业，应该会带来一些冲击。我想，我们今天就好好来回应一下观众的问题吧。然后，并且可能有些人他对 ChatGPT 是怎么使用，还不是非常的有兴趣了解，或者是说有看过。那不然这样子，我们今天就用 ChatGPT 来回答一下观众的问题。然后我再做补充，您觉得如何呢 ？OK， 首先是网友刘佳，他有提问哈，他说，请问妈妈在地家，因为没标示警语的店跌倒，应该是一家吧哈，髋骨骨折开刀，店家只愿意赔60000，请问可拍影片关于如何申诉？即刑事求民事赔偿，刑事及民事赔偿，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这样，还是警告民事？起诉状如何写呢？超感恩，告刑事或民事的起诉状应该写起来不同吧？好，首先就是是不是能够拍影片写这一段？我们再看看之后时间安排。然后，那我已经把这个相关网友的提问放到 ChatGPT 里面了，然后上面是我的提问，下面是他的回答。那 ChatGPT 告诉我们说，意外事件，我们非常遗憾，希望妈妈能够早日康复。而且中间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说，在这个提问里面，它有一些文法错误或者是说错漏字的部分，可是机器人 AI 它还是可以读得出来。你想要问什么？我觉得这一点非常了不起啊。ChatGPT 给的建议是说，针对你的问题，关于申诉，可以考虑以下步骤：一、收集证据；二、咨询律师；三、撰写起诉状；四、提交起诉状。至于刑事诉讼，通常是检察官提起的，而不是由受害人提起。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疏忽或不小心而未标示警语，可能不会被视为刑事犯罪，只能以民事诉讼方式进行求偿。然后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程序可能因地区略有不同。建议在进行诉讼前咨询当地律师、法律或专业人士的意见。OK， 以上这是他的回答。我觉得这个回答他本身，大概有60分吧。其中可以参考的部分是在于说，他讲到一个重点哦，就是说刑事诉讼它是要符合犯罪的前提嘛。那犯罪通常只处罚故意，过失不一定会罚。所以如果因为店家没有放警示牌，然后导致让人跌倒，在一般的情况，我说一般的情况啦，在一般的情况来讲，通常是因为疏忽不小心所导致的。那你说哦，伤害有处罚过失啊，那这个叫过失伤害这样子。但是在一般的情况来讲，它不一定会成立。所以它的这个第三段的这个部分，我觉得
是没错。如果问我的话，我也是一样的回答。然后上面的部分，咨询律师大家都知道嘛，啊，你要告人就要写起诉状啊，然后你要告人，你就要把诉讼起诉状交出去。哎，我想大部分的人都知道，他也不用赘述。那至于收集证据这个部分，我觉得他要讲到一些点，不过大部分人应该也都知道。第一个，医疗记录，那医疗记录就是什么？就是就诊或验伤，证人陈述嘛，就是如果目睹说妈妈受伤的这个事件的前因后果的人，全程现场都在的人，这个证人你可以留下联络方式。然后照片或影片，如果是卖场的话，它可能会有监视器，那这个部分有证据保全的问题。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申诉本身它是指说你跟店家申诉吗？还是说你对某个机关申诉吗？因为如果是问律师的话，或者是说要告民事或刑事的话，那通常指的是你向法院提起诉讼，或者是刑事告诉。那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申诉我就跳过了，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申诉。那再来刑事及民事赔偿的部分，依照刚才的回答，这一件刑事不一定告得成，所以可能可以只告民事。起诉状如何写，就看之后有没有时间吧，再来处理。然后告刑事或民事的起诉状写起来应该不同吧？的确这个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民事它的诉讼上的流程的规定写在民事诉讼法里面嘛，刑事它诉讼上的流程的规定写在刑事诉讼法里面，而且这两个诉讼它本身要处理的问题也不一样。民事诉讼它主要是在处理说，哦，谁要跟谁要多少钱。主要是权利义务，司法上的权利义务啊，白话来讲就是钱啊，或者是其他的司法上的权利。那刑事他管不管钱的问题，大部分的情况之下他是不管的，他只管说这个犯罪行为人他要不要被处罚，要不要被关啊。哦，民事管钱，刑事管要不要被关，所以他的目的既然不同，写起来当然也是不一样。好，然后这个回答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很好哦，这个可以好好推广一下。他上面写说，需要注意的是，法律程序可能因地区略有不同，建议在进行诉讼前咨询当地律师或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嗯，很好。下一个问题是 Dear 安，哦 ，Dear 安说，请问游戏有分娱乐与分段位模式，段位模式争取分数，很多人认真进行，但接下来蹭分，蹭分的行为自己有责任吧？游戏可以输，观念队形要打出来，没观念就来打分段。分明破坏别人取分的权益，难道不能制裁吗？好 ，OK， 我先回答，等一下再请 ChatGPT 回答。我认为说这个它不是一个透过诉讼或者是律师可以解决的问题。就是ChatGPT 的回答是说，哦，这个竞技场呢，让玩家可以在公平的环境下进行对战，并且争取更高的分数。他也认为说蹭分是不可取的行为，但是要怎么解决呢？他认为说游戏开发商会针对这些不当行为采取措施，然后可以举报啊。第二个解决方法，他说玩家可以提高自己的技能跟游戏知识来应对这种情况，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提高也很难吧。就你用像英雄联盟那种游戏，你也不可能一打五啊，如果其他四个人都在挂机的话。那再来，他认为游戏开发商跟管理员应该要去监督游戏中的不良行为，玩家们也该积极参与维护游戏公平和秩序。他这样的答复其实跟我的结论是一样的。简单来说，这样子类型的问题，他的回答就是，法律没有规定，这样的行为他可能是不道德的，但他不代表说他是违法。不道德又不违法的行为怎么办？那有可能就是要透过这个民间的其他机制来处理。比方说像他里面说了，游戏开发商他们自己制定规则嘛，那或者是玩家他们有一些抵制的行为这样子。简单来说，这问题不是律师能处理的。好，下一题他说，OK。这一题它是针对你玩的是传说对决还是法律对决这个影片里面的留言。那影片里面的意思是说，在游戏里面骂人的话，就算对方用我不是本名，是不是会妨碍他人名誉，然后构成刑事犯罪？有没有这个机会呢？那个时候的结论有引出两个不同方向的实务见解，但是我们认为说还是有一定的机会，可能可以构成妨碍名誉的。那这个观众呢，他是 Man Nice。人好，人好。他说，
只适用于台湾本地吧？假设我在外地的话，是否不受限制？然后拜托，这样，我的理解上看起来，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在国外骂人的话，他如果在国外透过网络匿名骂人的话，骂台湾人的话，是不是会受到刑法的制裁？我修改了一下他的问题，然后去问 ChatGPT。我上面问的是设的前提是说，如果依照中华民国法律，如果在美国透过网络辱骂中华民国国民，是否会受到中华民国刑法的制裁 ？ChatGPT 他针对这一题，他的回答是说，依照中华民国刑法，在国外犯罪的案件，有没有中华民国法律管辖范围？要有中华民国法律的管辖范围，才能追究刑事犯罪的行为责任。OK， 这个结论是对的。换句话说，后面讲的跟前面一样，那我就不赘述了。然而，透过网络进行跨国辱骂行为，牵涉到多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因此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判断。例如，如果该网络辱骂行为具有中华民国法律的管辖属性，例如被辱骂者是中华民国国民，且行为在中华民国境内产生影响，该行为已违反中华民国法律规定，那么相关当局可以对其进行相应的制裁。这结论上来讲算是对。如果行为人在美国，然后他去骂台湾人，然后导致于说这个台湾人他的名誉在台湾这边社会评价下降，结果发生地在台湾，所以虽然行为人的行为是在美国进行透过网络，但是他严格上来讲他还是可能会被解释为说是在境内犯罪，因为他横跨美国跟台湾嘛，对不对？如果今天是在美国的台湾人骂美国的台湾人，然后导致于那个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下降， OK， 那可能不一定有台湾刑法管辖的范围。所以 ChatGPT 在这边他的结论是对的，只是他写的不是那么明确，而且还要去看说在美国这样的行为算不算是犯罪。结论上来讲我认为没什么问题，但是我告诉他说，因为通常如果是律师的话，通常涉及跨国刑事追诉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去看刑法第七条的规定，所以我就问他说，如果考虑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的规定，上面这一题的结论是否会不一样？然后 ChatGPT 告诉我说，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的规定，犯罪地在国外，但在中华民国境内，行为人受刑事追诉者，依法律定管辖，但依外国法律受罚者，不受追诉。OK， 他的这个 ChatGPT 他这边引的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的规定是这样哦，是我下面这里的这样，大家也可以自己上网去查。所以他连法条都引错的话，那会不会导致他的内容错误呢？因为他的这个回答里面其实也没告诉我们答案，他只是一样再把上面的这一段话再重申了一遍。所以我又补充问他啦，我就说，如果依照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应该是怎样，请修正您回答问题的依据。欸，这职业病欸，我对 ChatGPT 对 AI 也说您。那个他下面回答我说，非常抱歉我的回答有误。然后中华民国刑法第七条的规定如下。OK， 他还是有改写啦，但是他改写的内容主要是大体上没什么问题。那他的结论有没有改变呢？他说，依据此条规定，在您提到的情况下，如果在美国透过网络辱骂中华民国国民的行为，在中华民国法律上被视为犯罪，并且其最新本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中华民国可以对其进行追诉，即使犯罪地在国外。但如果依犯罪地之法律不罚者，中华民国就无法对其进行追诉。OK， 他的这个前提还是一样啊，因为为什么他的结论看起来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他说，即使犯罪地在国外，因为他的这个问题里面本身并没有去界定说，在美国透过网络辱骂中华民国国民的行为，这样子的行为犯罪地到底是在国外还是国内的问题。大概是这样，我觉得这个 AI 啦，他们回答问题，
很神奇，其实他们大方向上面是那个法感是对的，是差不多是对的，但问题是说他们细节里面的一些假设跟前提里面不一定会像真的真人的律师一样，但是我们要注意，就是说这样子的技术他们才刚开始发展而已，而且喂给 AI 训练的这些资料来讲的话，他们也不完全是中文资料啊，也不完全是法律这个专科的资料啊，他能回答成这样子，我觉得已经还蛮厉害的了。这个技术它如果发展下去的话，我们对我们这个行业可能会造成蛮大的冲击的，令人期待，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就只先回答这三个问题。嗯，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那我想也不要一下子出来，然后又消失200多天或一年这样子，这样也不好，是不是？让我们细水长流，徐徐图之。以上感谢这三位好朋友的留言，然后我之后会把回复贴在你们的问题下面，我认为适当的回复贴在你们的问题下面，然后大家呢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玩玩看 ChatGPT， 它目前是免费的，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它的法律见解啊，然后拿出来讨论，之后我们类似这样的节目可能还会有，敬请期待。以上希望对您有帮助，谢谢，拜拜。